来虽然被人家当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节目，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有人性的。是，我们虽然会逼迫人家跟他们人生的最爱告别，可是这也是为了他们好。没错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在人生当中迷恋上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我们希望他们今天就在这一集的《康熙来》当中呢，跟他们毅然的说再见。拜拜。我们要告别的人已经被告别，就是陈汉典先生。今天陈汉典先生不在我们这里，而来的这一位呢是。这位先生是陈汉典的经纪人大卫。你也算明星吗？我现在是名人。你可不可以告诉观众你的成名作是什么？就你演那一段，大家都知道你是谁的。我成名作1、2、3，来，小姐，要不要跟我去看电影啊？这样的。有很红吗？这个角色？我是没看过，通常是以背影面对观众，所以观众不知道他的正面长成这个样。不是，因为我不懂现在综艺节目会不会太松散，为什么连路人都可以上节目？所以大卫，你可不可以转过来背对镜头，背对，然后演给观众看刚刚那一段啊？1、2、3，来，小姐，要不要跟我去？观众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个人。转回来好，今天大卫要帮助我们呢，来跟我们的明星，他们要告别他们人生当中挚爱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对他们的人生呢，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事情。第一样东西什么呢？来，大卫，请教给我。我真的觉得很多人应该要跟这个告别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也不简单呢，这个。因为就是迷上了抽烟这件事情很难戒掉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呢，今天要跟香烟告别这一位，竟然是一位演艺圈的玉女红星。没错，很多男生都拜倒在她石榴裙下。我好难想象她叼着烟的样子。因为杨千霈，我知道她抽烟差不多有10年的烟龄了。所以他现在手指头有发黄。有，他靠近我的时候都是那个烟草味。好，我们希望他今天能够告别成功，欢迎他出场。欢迎。千霈，你真的不应该再抽烟了。对啊，你怎么会抽到10年那么夸张、啊？怎么搞的？我是要告别烟旁边的他、啊。没有，谁说我要告别烟？你就是要告别烟。没有，我来，手指拿来，我闻闻看。哦，烟草味很浓。没有，我真的。你叼着烟，我看。你刚录影前又抽了一根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他多熟练，多熟练！所以我们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跟香烟告别，欢迎杨千霈，加油！好，大卫，请告诉我们第二样我们要告别的东西什么呢？是酒。哦，现在是我的吗？这是你的，这你直接告别吧。谁要跟我告别啊？吸管给我拿来，直接。我觉得现在女明星真的太放得开了，也有烟也有酒，一定要的、啊，人生嘛。好，欢迎这位出场。清醒一点来上节目啊！你刚才录影前又喝了几杯，你说，我没有，你不要再沉迷在酒国世界当中了，好不好？酒气，加油哦，加油，一定要跟上告别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明星要道别的东西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是高跟鞋，是我的吗？干嘛一直问我儿子？每个东西你都要啊？高跟鞋为什么要告别？我真的觉得他可能要跟他告别，因为以他现在逐渐长大的形象，看起来他已经不适合在家里面再穿高跟鞋了。我们欢迎他出场喽！不要再穿高跟鞋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双。别再穿了，你已经够高，你还穿它干嘛？是因为总是要有一些视觉的效果。而且你在夜店工作，你穿这个很容易跌倒。在穿这个才会有人看啊。是。对，你这样会让旅客很没有自信啊。好了，我下次会穿低一点。对，要节制啊，少买一点。洋装可以穿，但高跟鞋戒了。好啦。好。现在明星都这么放得开耶，一个抽烟，一个喝酒，还可以穿高跟鞋。好，下一个我们要告别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是麻将。哦，这个完全不需要告别啊。对啊，这很好啊。这不是国粹吗？好，我们看看是哪一位明星要跟这个告别喽。你不是时尚女孩吗？真的打牌打到眼圈发黑耶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还有那个眼袋，真的眼袋要割了，都是打麻将打。而且徐安，你干嘛穿我的高跟鞋？不要抢人家东西啊！希望今天能够成功戒掉麻将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位明星，好，我们看看他的告别东西是什么。好，来，请交给我。是明天要来吗？戒掉于小平，戒掉他女儿耶。谁要戒掉于小平？前面的人起码告别都是东西，为什么今天这个要告别是一个人类呢？可见他得罪了他，或者是真的耶。我觉得于小平很难戒掉，他很难，他令人着迷。哪一位明星呢？来，请出来吧。重来！哦，
你为什么要借掉于小平？我没有。你就上瘾就好啦，你干嘛借？不是啊，就你就沉迷其中，我们不会怪你的。对啊，你就好好跟他在一起啊。不是，我明明就是高跟鞋，来好好的抱起来。你真的把它丢掉啊？你不能把它丢掉，真的不能丢啊，不能丢啊，怎么办？蛇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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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舌头。好了，其实阿斌要告别的是米老鼠哈。在我们节目都喜欢穿米老鼠的衣服，他穿过好几次。我今天不知道你在家里用的闹钟是粉红的米老鼠。今天这件衣服也是米老鼠的帅啊，没有人真的爱米老鼠。好，所以是不是长大觉得迷恋米老鼠有点不好意思啊？不会啊，不过比起安钧璨迷恋高跟鞋，应该米老鼠还是米老鼠说得过去。高跟鞋是时尚，这是幼稚。而且安钧璨迷恋米老鼠，幼稚都是穿着高跟鞋的米老鼠，对吧？米老鼠女朋友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五位明星都非常的辛苦，因为他们爱的这些东西已经爱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谢了阿 Ben， 于小平还没有很久啊。不是啊，不要说这个了。这个于小平这件事，我个人觉得还蛮精彩的。为什么有什么好精彩的？你们交往多久了？宋欣怡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只是借他 DVD 吗？什么突然就还是一起看 DVD？ 等一下，你有去他家跟他一起看 DVD 吗？我没有去过他家。他来你家看吗？你当然没有来过我家。那你们怎么会被拍到的？啊，去那个妈妈去什么那个 UXMTV， 就是看 DVD。没有，那天是因为雅冰姐生日，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那边祝寿。会去参加人家妈妈的生日 party， 代表是有一定的交情。我跟她的时候，她都没有邀我。我妈的五十大寿，你有来吗？我跟你妈认识吗？那也怪啊。所以是你追到她追你？没有谁追谁啊。因为我本来以为她跟张本鱼不是要复合了吗？所以我们写错，你一定要戒掉去张本鱼，对不对？不是。阿飞，我们今天真的不要管节目跟观众，你好好讲。张本鱼跟于小平哪一个才是有可能会在一起的？哇，哪一个可能性高一点？没有，因为我跟小平真的是兄弟啊，就没什么啊，个性很大啦啦。啊？是张本鱼？是吗？你们现在已经有复合的迹象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所以这样很明确嘛，就他要戒掉于小平啊。是，不是啦，我要戒的不是这个，希望能够成功。恭喜你！今天我们的五位明星呢，他们下定了决心要告别一个对他们的人生来讲虽然好重要，可是呢却可能带来不好的影响的东西哈。那其实刚才是我们乱闹的。我正准备要讲说，我穿高跟鞋害我脚现在一直脱臼。还想演？再演叫于安全怎么办？那个高跟鞋是他要戒掉的。好的好的。好，那杨千霈呢？听说是基于经纪人的要求。因为他老烟枪的形象不好。不是烟，不是。不要再抽烟了。我觉得是因为千霈打进了香港上流社会之后，这件事不太方便。改抽雪茄，更大只，哇塞！你是说上流社会不喜欢太孩子气的女生吗？抱一下，抱一下。首先，上流社会就是，你有看过上流社会的人穿米老鼠出现？企业家很容易会迷一些，你知道跟他不世界差很多的女孩，因为他们觉得说女明星性感的我见多了，我要一个人。所以如果千霈去种冬瓜的话，可能就会让那个上流社会非常迷恋他。对对，千霈，几岁开始迷恋米老鼠？七岁，正常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米老鼠小一的时候。然后最先下手的是米老鼠的什么商品？娃娃。一共买了多少个？不可考，因为像我以前从小到大学以前，就是我的床铺旁边，就睡觉的周围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米老鼠的塞山米老鼠，然后你每天睡觉都会帮他们取名字，然后跟他们讲话，比如说东东、西西、小琪、小尼，然后小可爱什么的，帮他们取名字。他们不就叫做米老鼠吗？米老鼠这个事情其实应该让博得很多人的赞赏，说哇你好可爱，气质好配米老鼠。但是因为当我大学或是当我大学毕业之后，我现在走在路上都穿米老鼠的时候，就会被身边的朋友唾弃。他今天项链好像还是米老鼠。是啊是啊，你看很可爱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就没有遵守你经纪人的要求啊。所以我说今天要告别啊，那最后一次让我戴下不行吗？先等一下，小 S 可以把项链从你脖子上扯下来。办不到，我会摔在地上，然后这样用脚跟这样。尖的跟，然后一边抽烟。所以其他来宾在你面前
羞辱米老鼠，你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就会跟他。可是米老鼠，你要如何羞辱他？他也是个大好人。对啊，太可爱了。你顶多说你干嘛用假音说话啊？也不是他愿意。我有每次出国的时候，我就一定会买很多米老鼠的衣服或什么回来。然后我平常日常生活很 casual 的穿着，我就是会穿米老鼠。听说第一次让他感觉到羞耻的是天心，是，就是大概在两个礼拜前我们去香港玩，然后因为我每次去都一定会买很多东西，即便一件 T 恤要3000多块，就薄薄很像睡衣那种 T 恤，我都会愿意花钱去买米老鼠把它买回家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姐姐，你看这件好不好看？我觉得穿起好可爱哦，你看好时尚哦。”他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蛮可爱的啊，但是不要跟我走在一起，走开。”这个排斥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：“为什么不行？”他说：“因为就很幼稚，他没你要长大。”如果是小 S， 一定希望你穿着米老鼠站在他旁边。对，因为他就赢了。没有，不是因为我，还是我可以长大，还是他怕天心姐怕穿自己穿起来会太不舒服。米老鼠变成大耳朵，大眼睛，秃眼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如雪，我们的杨千霈收藏，好可爱哟，好多。哇，好多东西哦，怎么办呢？好像有点放不下。怎么了？他脑震荡吗？他脑震荡吗？我刚刚是不小心的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K， 对啊。我们今天为了要证明你真的可以跟他们告别呢，反正就是现场四位来宾都是面试。真的。哎，我看看大家拿了什么，好，来，请回座，请回座，我看看。哎，回座东西要摆上来啊，各位。安君菜，你这样借掉高跟鞋，你又拿这个。哎，真的，好了啦。哎呀，好。好，我们看看来宾选的，宋欣怡先抢到的是哦。好，真的很可爱耶。哎，这不行哦，这不行。什么叫这不行？这可以。这为什么不行？一定可以拿走。你不是要告别吗？没，这告别是告别，是一个就对啊。就要让我带回家。就是每次说未来。来拿根烟给他。我刚好看到这里有烟呢。为什么？包租婆出现。没有，你说不行，它是某人送你的吗？有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吗？它是圈那个就是。一个男朋友，不是不是，霍霍霍，谁，霍霍霍又不是圈内，霍霍里面一定装了大，不是，里面装大钻石，什么李连杰，是姓霍的啦，姓霍的啦，哦，霍少，姓霍的，霍少有在里面塞一颗大钻石吗？没有啦，还是那一串珍珠是真的？不是，哇，有像真的，那是圈内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送，超级发电机杨千霈，连天王都被电晕了。就朋友送的，毛川一吗？不是，贺军翔。是，送的。哎，这是千人斩哎！这叫杨千斩吗？跟你讲，因为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他会送东西或是留电话，就代表他对这个女生是有意思。哦。一个朋友送的，谁是明星吧？我们想听谁，不然我就要掐米老鼠。不用，不好。如果你跟他没有什么，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就朋友送的。黄传一吗？不是。贺军翔。郑元畅。不是。言承旭。那猜对了你会说是吗？还是你会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白云哥。你好，去买吃的。李天柱。诸葛亮。李天。周游。陶喆送的，哇塞，爆料啊！你这要拿呢？哎，你这是千人斩的你，他叫杨千斩吗？对，等下你也太厉害了吧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以我对陶喆的了解，他会送东西或是留电话，就代表他对这个女生是有意思。哦，陶喆，我跟他同桌3年，他都没有送过我东西耶。而且，这个米老鼠的手链是谁送的？霍少。吴亦凡吗？是的。这是因为能够跟陶喆抗衡的，一定是很厉害的。啊，就哎，张克宝送的。没有啦，这是购物台的啦。对，不重要。这是购物台送的，他转送给你的啦。对，我想要你想要转开我们对陶喆的注意力，你不能拿张克宝出来搪塞，你起码要抖出周杰伦或者王力宏。不是我的意思，说就是朋友，我生日他们都会送我很多东西。所以你有跟陶喆单独出去吃饭吗？好像有。没有了。不然他在什么场合把这交给你？总不可能是大庭广众之下，粉红色是不是吃日本料理他的最爱？还是你们没有出去？哎，徐丽来演来演，把这个套到他的杨千霈的手腕上面的。嘿，千霈，I know you like me。
birthday. Happy birthday. 真的吗？ Can I kiss your hand? 我是完全当时这个景象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不然他是怎么样？对啊，他不可能丢给你啊。什么眼神？在求救的眼神呢？没有人要救你。真的，等一下会轮到你哦。我觉得你不能告别米老鼠，因为我可以有他在送的东西，真的对啊，你要好。心里我觉得分手真的很不愉快，是不是？是陶喆劈腿吗？怎么搞的？没有啦，怪不得后来演唱会的嘉宾不是你。真的耶，他还有唱歌给 Melody。要抓住，好，我们看看他的收藏品哦。这个你们抢到的东西，首先呢，刚才拿了那个，为什么要先抢这个？因为它其实是米妮，对，你有米妮家人吗？你以为它三军菜的米老鼠版吗？但是它很可爱，而且每天早上起来就会被它叫。可是它有点脏哎，其实。我愿意带回家把它。是用了十年，那是有故事的，因为我早上起来会有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起床气。后来陶喆就送你这个吗？不是啦，十年前我妈咪送我的，因为我早上起来会那种。会那样发疯的那一种，然后，除了陶喆的话题，我们其他都不想。有猫真的没有办法吗？然后他就送我那个，就是我，因为我以前会摔闹钟，但是看到那个迷你，我就没有办法摔。有打到陶喆的额头吗？算了啦，其实是陶喆在收藏迷你。对，所以他留着迷你可以。基本上他有一个很感人的米老鼠的故事，就是他说有他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个人呢，家境并不好，可是却为了他赚好多钱，只是为了买一个很大米老鼠送给他，就是要追你，是要追你，不是他是真的很好的朋友。所以你跟陶喆认识那么久了，而且还念同一所学校，也太快了。刚出道的时候吗？他家境还蛮好的，其实。是啊，大学同学。哎，所以现在只要想要追你的男生，只要拿出米老鼠，你就心动了。那个男生还去蛋糕店学制作米老鼠蛋糕来做给他吃。然后就做一本书。人家家境很辛苦，你为什么还要？那切开就是米老鼠的内脏吗？米奇的那个大肠，米奇的。那还有填充物？没有啦，就是他就打很多份工，譬如说去咖啡店打工，然后去写那个 L 杂志的写稿，然后就做很多各式各样的杂工，然后就为了买这只米老鼠，还有做米奇，就是去蛋糕店拜托师傅教他怎么做蛋糕。那你后来有好好跟人家交往吗？他当然是啊，不是不是，他是好朋友、好姐妹这样子。他是没有男人可以追吗？就那时候他就觉得我很失恋，他觉得你是男的，不是，他很失恋米老鼠。追陶喆，我知道他。初恋情书大曝光，杨千霈说出最深的遗憾啦！你们也是，好感人哦！可以朗读吗？可以朗读吗？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这么文言文写，以后让我交往吗 ？Love you forever。没有，那是初恋男友，因为那是我大学的同学。干嘛不加点？哎。这几件衣服是怎么回事？哇塞！因为我觉得米老鼠还蛮潮流的耶，就真的很爱米老鼠。对啊，就是你们小朋友很适合啊。真的耶！就是你看我牵女儿出去，然后穿这个就很时髦。啊，这件也不错，对不对？你干嘛帮我女儿买衣服啊？大卫展示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？就去那个便利店，去哦袋子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香港店员都超讨厌，因为我每次去买都跟他要。好，谢谢。然后这个袋子装什么？这样装起来。那装起来了。那有没有张克凡的项链？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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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东西不要。有点事情。有吗？草帽有什么？好感人哦！我真没有想到米老鼠封面的笔记本里面会写这么悲伤的东西。快跟我分享！求求你，看我封面，为你这样做打开。你刚刚自己叫我们打开看的。我就叫你看我的笔记，可以看吗？可以朗读吗？可以朗读吗？可以，可以朗读，可以朗读。来，我先告诉你们所在的位置，在笔记本一打开来的这个重要的位置哦。然后这边一共有好几个男生留言，同一个啊。最下笔记不同啊。然后最下面，最下面这个人写说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Baby， 我爱你。我念先跟你说，这个人很喜欢对仗的东西耶，他很喜欢引用诗词。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哇，这个词写的太好了。Love is simple， 爱很简单，就跟我一起。这个文言文竟然考到我教我吗 ？Love you forever。没有，那是我初恋男友啦，因为那是我大学的女朋友。爱我。诗词都这么哀伤呢，都是一种好像说爱不到你的感觉。不会，他有说 Dear 千沛，用功读书开卷有益啊。他到底是哪一年代的人呢？所以他是一个老派的人。不然他比我大三岁。OK。所以交往多久？这个四年。哇，大学学长。那后来是因为陶喆才跟他分开的吗？没有，他后来去美国结婚生小孩。他抛弃你？也没有，就是时间到了就拜拜这样。你干嘛不跟他结婚？哎。人生的路长，哎，我们逼疯了吗？哎，所以原来他不是爱米老鼠，他是米老鼠的背后藏着好多爱情故事，很感人呐、啊，不要戒掉、啊。谢谢你哦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以你现在的程度，应该很难谈一个超过两年的恋爱吧？你介绍啦。可是，哦，我真的很想抖出很多你的秘密。你要帮他介绍人，谁能够压得过霍家的身世啊？而且我跟你讲，他在那边装傻，说你要帮我介绍，他根本才是源源不绝的男人。我知道为什么要戒掉。给我一波水。我知道为什么要戒掉米老鼠，因为他忙不过来。对，就是没时间应付男生都来不及。你现在还有时间跟东东说话吗？东东，现在要。哎，东东都犯了。我跟你讲。东东的那个瞳孔里面其实有超多金，你只要像对水晶球一样的看着他，他就会显现出来在卧房发生的所有事情。东东看到卧房了，千万不要让我卧房。哎，也给你看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。东东，快来上我们节目，给你个人专访。所以你在卧房里那样子的时候，你难道不觉得会对不起米老鼠们吗？对吧？哦，背对着就好了。背对就好了。所以东东真的是看过很多或听过很多。没有。所以你今天要告别的程度，你告诉我们，你希望跟米老鼠告别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我以后出国就不买他们家的东西了。但是。那现存的东西呢？现存东西就是还是把它当作是回忆好的收藏起来，但是朋友可以送，我不介意。那还会穿上街吗？穿 Mickey 的？还是尽量少。OK。那要告有确定要告别陶喆吗？等下陶喆是人生就是戏。真的啦。陶喆是绝对不可能的吧？就从来都没有开始过啦。那希望你们有个好的开始。好，来把衣服还给人家吧。好，谢谢。没关系。你要抱走对不对？好，欣妮，麻烦你到我们这边来。好。欣妮，几岁开始沉迷于麻将？我从小就喜欢麻将，有到小学那么小吗？有。所以小学生作文说我的愿望是，你前面说我要每天打麻将吗？因为我们家是那种从幼稚园就会坐在爸爸妈妈腿上，然后看麻将，然后就听着麻将声入睡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哇好热闹，然后家里好多大人。你们四位都打麻将吗？爱死了。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想戒掉麻将呢？因为麻将很好消遣时间啊。对啊。然后那可是你们不会沉迷到就耽误到人生吗？不会。人生也太堕落了吧？你那是穿着高跟鞋打麻将？有时候对啊。高跟鞋打的。会打到什么三天三夜都不睡觉吗？没有啦，我最多就是打一个晚上不睡觉，这样20个小时差不多。听说宋欣怡要戒掉，是因为你觉得已经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了。对，而且就是主要是我之前脑震荡嘛，然后后来就是一打就会脑。有需要扯到这么严重的事？我觉得她有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是，她讲好要陪她男友去看电影，就她竟然男友在牌桌旁边等她，她不下桌哎。一场6点的场次过了，9点场次过了，12点场次过了，半夜2点场次过了，他都不下桌，等到凌晨。然后那个男朋友就在旁边等着要跟他去看电影。然后那安迪那时候本来想说我们12点去看午夜场电影啊，结果我们就差不多8点开始打，然后就在那边吃饭。那安迪就这边看电视，后来打到差不多12点1点的时候打完之后，因为我赢，然后有一家输，就说我们在上诉。那我就想说，输家一定有权利上诉啊！你这样被一个深爱的人看着你那个背，你不会觉得很丑陋吗？因为我胖啊！千沛没有打，没有打，
会打。那你跟霍先生都玩什么？没有，你老赌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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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赌马要盛装哎，去跑马地。所以心妮今天算症状比较轻吗？对，还好，还好。那我不要借好了，少打一点。不是啊，那通告费还来啊。不要借，还是我们通告。心妮为了要表达他对于借麻将的决心，他将要把这颗麻将牌吃下去。真的假的？我问你嘛。什么味道？给它巧克力奶油，我咬了命命啊！是牛奶糖是不是？对啊，那里面包的是真的麻酱。好硬哦！对，巧克力奶油，所以也倒不了。吃下去，吞下去。你吃完之后，我们要把那个牌纸插进你喉咙。你可以用含的慢慢吃就好了。哦，好了，慢慢把它含下。目前演艺圈的酒国王子就是这位喽，是我喝不过他，真的。安钧泰，你怎么可能离开这件事？你每天都要见到他哎，而且你的工作环境不容许你戒掉吧？其实我的，你现在有没有办法沿着我们摄影棚的直线走？可以啦，走直线，真的吗？要加上高跟鞋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啦。哇，好完了，我有点怀孕。那你手可不可以举在空中不动？这个真的不行。我看看。哎，会抖，会抖，会抽。哎，你阿贝，你举举看，你也会抖啦，我也会。对呀，为什么你们都会抖？哎，你们谁不会？不会啊，我也不会。徐熙娣，你也有？我没有抖，我也有啊，没有，我也有一点。我也会，他抖的好厉害哦。杨千霏没有哎，不是，可是我真的我没有在。你是在舞蹈当中吗？哎，杨千霏又变唱歌啊，又变唱歌。我知道，是要像杨千霏这样要用力。也不用这样啊，这样抖更用力，抖更凶。他抖的真的好厉害，我不会。你酒瘾有这么深？停！没有，我没有酒瘾哎。其实我不喝酒，我也不会觉得难过。那这是酒精中毒，完了，好像是有一点。请坐，安妮，你可以立刻演京剧嘞。可以。京剧需要某个时刻定住，不能一直这样子。嘿，定住却还在。真的？哎，你喝酒年龄？大概从14、15岁吧。那你声音现在这个是，这个的确是，不是感冒什么的，加上一点点。所以你之前的歌声是哪一个路线？唱京剧的那。你本来是轻的吗？声音？本来是轻的。所以你现在永远声音就是这样子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要大概3天不喝酒就会变回来。你昨天有喝吗？昨天没有。所以你现在这个嗓子是可以唱歌的吗？会不好听。我听听看。要唱什么？唱以前你发专辑的那个歌曲。不要，那是快歌。不然随便一首陶喆的啦。天哪，以前唱歌唱成这样哎！赶快把酒拿去给他灌一下吧。好惨哦，安钧泰。你现在会不会喝酒之后才会开嗓？哎，反而好像是有一点这样的。可是那你在夜店工作，客人一定会逼你喝的啊。对啊。我就逼过你好几次。对，他就只有他会逼我啊。就是其实我大概这3个月开始有人的体质会变，然后我就是荨麻疹对酒过敏。嗯，那不是这个理由蛮好的，这个理由，那你就刚好不要喝啦。可是你在夜店工作，客人说喝了，你说对不起，我荨麻疹，没有。比较好的朋友或客人，其实他们都知道。对，那比较不好的，我就会，你要我喝是不是？然后一喝完就立刻肿，这样。你看吧，你看。所以我还没有亲眼目睹过你荨麻疹出嘛。你还没？那你现在请他酒。来，先干为敬。徐弟，徐弟，要把酒。有人直接喝米酒的吗？有。要把酒装在高跟鞋里。可是你有喝到多少啊？就是你是每喝必挂的吗？我是一喝到我就一定要喝到我忘记所有事情为止。我现在已经不敢喝醉了，因为我现在负。哪有超喝醉的？不要影响。可是酒也带给你快乐吧？当下带给我快乐，可是隔天其实都会有一些懊悔。你现在有真的受得了可以不喝它吗？我可以，在店里也可以。有时候气氛太好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想要戒的原因。你们店里气氛都一直很好啊，有不好过吗？好像没有，所以就很难拒绝啊。所以要换工作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喜欢这个工作。还是你要在那边呼吁你的客人不要再叫你喝了。对，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跟我一起开心。如果你们要我跳舞或什么，你们才会感到开心的话，我愿意。但是不要再叫我。他是荨麻疹公关。业界第一个荨麻疹，别荨麻疹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店门口就摆一个，他有荨麻疹，请勿敬酒。依照我们戒除的方法，就是有人把麻将牌吃下去了嘛，所以安心要把整个整瓶干了，干了。真的啊？对呀，没有，不好不好不好，真的没有，让大卫替你干。大卫，大卫真的吗？可以吗？那等一下还有别的，如果你真的把这个瓶酒灌下去的话，等一下还有别的东西要塞到嘴巴里面去。那行，吃进去。好了，你拿的这一锅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烧酒鸡。干嘛？告别的米酒，倒下去。所以你的意思说，哎，你想以后不方便直接喝酒，就会吃酒精烧酒鸡？不是，以后店里就多卖烧酒鸡这一道菜。好来，你想麻烦？你想烫烂客人舌头啊？哎，可是你也要戒除掉酒很重的菜肴吗？其实不用， okay. 但是我，真的很谢谢制作单位给我这个机会，真的希望可以成功啦。对，我希望至少让我休息半年，对，每天不是每天只喝一瓶。我希望半年的时间，我大概一个礼拜最多喝一天，然后少量，对，这样就好。你听你那个声音，好，这罐酒请倒下去哈。这罐酒倒下去，然后待会工作人员大家把它吃掉。没有，徐弟弟已经我会第一个拿吸管这样。来，我可没有要告别酒。好，来，请倒下去。徐先生，请你离开我。希望你戒酒成功。哦，这样就好了吧？好。谢谢。这刚刚看到我的化妆镜。许安安爱鞋成痴，康永直呼太夸张了。可以一天买三双到五双，多说两双。那锅烧酒鸡给我拿来，我要把它倒一些泡在里面。只要看到网络上说十二公分，你就开始这样。真的，十二公分很值得买耶。对啊，徐静小姐的嘴巴。这个呢，就比起刚才说十五岁喝酒这件事情更厉害，这太惊人了。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朋友送了生日礼物，然后就带了一包香烟，是比你们年纪大很多，同年纪，同年纪的人，然后就到我们家阳台楼上，到阳台上面去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我送你一个生日礼物，然后后来就拿一包烟出来说，来，我教你怎么抽烟。所以那时候你们还在迷机器人的年纪吗？还是说已经是完全长大的感觉了？那个时候就像刚刚讲的，玩躲避球吧。小朋友大概觉得这个很酷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觉得装大人。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很酷。所以你一开始抽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没有，那个时候烟瘾在那个一天带几根而已。那你在教室难道老师不会闻到你身上有烟味吗？不会啊，去厕所偷抽啊，还是有烟味。还可能就因为我坐最后排。好，所以你后来最严重的时候烟瘾到多少？哇，最严重那个时候在一天至少两到三包，在录音室的时候，因为就是要等嘛。你的嗓子还可以吗？那个时候我觉得完全没有影响哎，对啊，因为就是要等啊，然后就是买了两三包烟就放在那边，然后就抽啊抽啊，然后在那边等。你的家长没有禁止你抽吗？我妈妈发现，就是发现书包里面有香烟，然后就问我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有偷抽烟还是干嘛？我说没有啦，我哪有抽。但是朋友放在这边被老师查，然后放在那边忘了拿走这样子，然后后来陆陆续续他又慢慢闻到，比如说制服上面像刚刚哥讲的，一定会有烟味。那他洗衣服他就闻到，然后他就语重心长跟我讲说，以后你要抽烟的话可以，麻烦你以后在家里抽，不要去外面抽。啊，因为他怕被他朋友看到，那就表示说教小孩教不好。在爸妈面前抽烟哦？那个时候在妈妈面前有，但是在爸爸面前从来不敢。哇塞，你现在戒的动机是什么？其实还是想唱歌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烟这种东西，其实对声带还是会有所影响。哎，你有抽到现在早上起来要咳痰咳很久吗？咳超久，早上起来一定会起来。是那种超级深跟浓的痰。就是比如说你在刷牙的时候，不会刷舌头嘛？刷舌头的时候，然后都会有痰出现，那个痰是都是黄色的。所以为了健康也应该要戒啊。对啊 ，OK。那女朋友也都没办法接受你烟味那么重吧？女朋友倒是还好哎，有曾经有一个是因为。那时候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说他喜欢我抽烟的样子，他觉得很帅。然后后来呢？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不要抽烟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很臭。”哎，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就戒烟戒了两年。
后来也受不了。对啊，后来就戒两年，不要讲话，旁边的谁？旁边的人一直说谁？后来就戒掉，两年是张本鱼。对啊，两年之后，然后之后又分手之后，然后后来又再重。所以他现在是在抱怨本鱼说不是他。所以张本鱼也变蛮快的哦。好，要跟烟 say goodbye。哎呦，大卫把嘴张开了。真的好，不可以在电视上做这件事。阿Ben过来，来。可是真的很久嘞，所以你是不是其实戒过几次，对不对？我戒过两次啊，然后两次都是大概两年的时间。两年还蛮久的。对，其实最难熬其实前面三个月。戒一直努力戒，长达两年都戒不掉吧？还是说两年之内完全没抽？两年。都没收，真的都没收。真的，那应该做到啊。对，其实我说，所以我刚才说最难熬是前面三个月。所以后来为什么又复抽？就心情不好啊，就又抽了。嗯，失恋。就张本鱼啊。两年在一起会分啊，是最近才开始抽的，因为跟张本鱼分了。没有了，来跟香烟道别，请他剪。剪了啦。哎呀，Ben真的说到做到，在一起很久哎。说到做到，对你没好处啊。对烟说拜拜吧。那个浓痰。说到做到，虽然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一段时间，我要跟你分手了，这样不像张本鱼哭吗你？哇！停掉了，希望成功哦，加油！实在不懂他干嘛要接，这东西不是很好吗？因为女明星这是一定的报酬啊，投资报酬是一定要的啊。所以玄安，你买高跟鞋难道有比大 S 严重吗？没有，大 S 很严重哎。大 S 至少300双。玄安几双？300双。你有300双？他曾经赶快讲出来吓唬他。大 S 一双都多少钱？没有，多少钱？哦，差不多都要10万左右哦。哦，那我没有他那么厉害。不是要比贵，是要比买的疯狂程度、啊。没有，因为他的鞋多归多，可是因为他很多款式都失败。干嘛这样？没有，因为我放眼望去，我只有2双鞋可以接受，其他都可以不用。你说出你其中最刺眼的一双是？我觉得那双红色橘扣子的。对。然后还有那双。这双啊。对，然后还有那双。哦还有左边数过来第二双咖啡色那个，还有女生白色凉鞋很不够高，你说女生很疯狂哎，把他们喜欢的东西丢到地上，他们这么抓狂，这两双不好看呢。你现在说滑球撒在地上，我就会这样。许安，他是木头根哎。好，许安安那个。完蛋，他生气啊！那个鞋，我认识。那个鞋好，就是如果没有常穿，就算摔掉也没有关系吧？不行啊，起码放着开心好看。我觉得里面唯一需要留下来的只有2双，就是右边数过来第一双那个星星的，对，还有中间那双粉红色，有前面有一片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吗？为什么？这个那双很时，对，这双。这双好看，其他的应该还有可以过关的吧？其他都真的不用买耶。真的哦。可许安安，你从几岁开始疯狂买高跟鞋？17、18岁吧，高中的时候。那不会觉得就开始在穿？不会觉得很手头很紧吗？要一直买？一开始是我那时候念国光艺校，然后国光艺校不是会跟义工队一起出去颁奖吗？然后我们的制服是那种大红色西装，然后千褶裙，然后教官就说要规定穿黑色的高跟鞋。所以就开始爱上高跟鞋，可是一开始走路就很像马，一开始走高跟鞋的时候都会这样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？然后妈妈说这样不行，然后就在家里魔鬼训练，就叫我拿一本大百科全书，叫我站着，走直线，然后你又像马就会一直这样走，然后一直掉。我妈就说你这很笨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女孩子家？然后就开始一直学。所以现在你已经很会穿了吗？现在就是很直啊，可以跑吗？而且重点是，等到你学会这个之后，妈妈就说，这个之后走路不可以直，女生要婀娜多姿，要像我阿姨一样，要走路要会扭，哇，就是要会摇摆。因为真的很多女生不会穿高跟鞋，像张小萱穿高跟鞋，她就是脚无法打直，她就会这样一直这样子，因为她会觉得好像跌倒还怎么样。对，他们也不会穿高跟鞋。之后就越穿越高。你问一下别的女生的意见，千佩如果。
买了鞋，然后要需要太旧换新吗？才不会累积到？我觉得会舍不得丢吧，真的就是从以前到现在。所以你们女生买鞋都会一直不丢旧的？你会想说会不会五年后又开始流行这个款式？对，有可能。像很多尖头高跟鞋，现在看很怂，我想说会不会五年后又开始重新流行？因为你知道太久了，这个烦恼。你们知道我的同门师姐是谁吗？我知道，黄韵玲跟王瑞儿。还有张秀清嘛，还有，哎，你也知道啊，刚有了解到。所以，其实你经历过这么多娱乐圈的起伏，你就会有些鞋款，后来会复活。你给我把刚才那句话说了，我在经历很多娱乐圈的起伏。所以，你是一个高度节制的买鞋者吗？我还蛮节制的，对，因为换季，我一年我可以一天买3到5双，每天都买。就是我如果有出去逛街，然后有去逛鞋店，我可能就会忍不住就。你为什么不带一个人在旁边会劝阻你？其实有哎，因为我后来就买到很多鞋，然后因为我在台湾是租房子，那就是因为你要搬家，就要不可能就是堆着鞋，因为我有那个鞋盒病，就是我一定要有鞋盒可以配着鞋子。然后放你鞋盒上有放那个鞋子的照片吗？有，然后现在比较少了，现在就是因为太麻烦，挑鞋的时候比较方便，对对 对，太麻烦，现在都是用那个就是便利贴，然后开始自己画鞋子，很开心，然后写名这样，因为你脚上这双鞋非买不可。真的吗？这双很好看啊。其实你知道吗？这双鞋子买完之后啊，我特别去找了 T 恤跟它配，哇，很搭。你们这样就是在互相鼓励。没有，因为是我，是你们借的巨星嘛，是人都得买这双啊。如果是你们，其实它灰类，它有，其实它前面有点高度，而且你知道这是路人绝对不会穿的高度，就是设计给女明星。那不要借了。你不是好脾气吗？我们女明星一定要高挑嘛。那么开心借什么借呢？其实就是。高跟鞋很好啊，但是我的朋友就会跟我出去逛街，就是说啊，这双有类似款，不要买了。比如说你会说两双。那锅烧酒鸡给我拿来，然后把它高跟鞋泡在里面。把高跟鞋泡进烧酒鸡，或者把这锅烧酒鸡直接吃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这双高跟鞋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它是有故事。这双很复古哎，我很喜欢。是我也会买，是我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你明明就也喜欢很多鞋，因为戒除成功啊，请加油啊！这个没有办法，你一直鼓励他，这样怎么戒？因为谁要看矮的女明星？对啊，民众对明星是很高的。他今天穿平底的，因为我够高啦，还是修长一点。他都跟剪草混的鞋，而且出席活动的时候，摄影大哥都会在下面说：“哦呦，比例不好，比例不好。”而且时报周刊都会放我的照片，说小 S 穿了怎么今年春夏最流行的双色高跟鞋。对，都一定会讲。你知道我们是引领时尚年代，压力很大。这双其实是有故事的，没关系，我们没有问题。那没关系，我自己带回来，不用放久了。今天大家的那个戒除方法都是只是程度上的戒除，对不对？像欣妮是打算打少一点，不是不打，对不对？一季打一次就好。然后阿贝跟于小平就是少交往一点，是一周改成约会两次就好了，就不见家长。千佩跟米老鼠是以后少买，可是人家可以送。你明明刚刚就说不买，对啊。不买。可是已经买了就要留住，要留，可以送朋友。你说，再看看交情怎么样。安君子，我就是没有3寸的高跟鞋，我不买。你不是要戒酒吗？对了，我希望可以戒到一个礼拜喝一天就好。哎，你真的要休养3个月才能喝哎？对，要让肝休息。那个声音才是我完全。许安安呢？你要怎么戒？其实我已经很少穿了，最近。可是他已经克制，那你就不要出门嘛，你在家待着。不要带钱，不要带卡。我会上网买。哇，对，上网买。对，而且你只要看到网络上说12公分，你就开始这样。天哪，12公分很值得买耶。对呀。不是因为对，台湾很多店都把封条拿。台湾很多店都会觉得太低，我们女明星穿不起来。没有用，对，不好看。那个腿的线条出不来。重点是要看到那个跟是直的。对，而且大腿内侧。我跟你讲，查封它好了啦。一定要查封，就是这个。徐静怡小姐的嘴巴。你跟我讲，她的内侧要紧一点。有钱人就尽量，我一直叫她买。求你。